新冠病毒肆虐全球，我们必须适应防疫新常态，同时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。然而，在大家试图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免遭新冠病毒的感染，当前市场上却充斥着大量昂贵且未经卫生部批准的产品，含有次氯酸钠、过氧化氢和二氧化氯的消毒洗手液有毒，具有腐蚀性，对人体有害。酒精无乙醇是天然植物糖类提炼而成的，能有效地对抗病毒，再加上异丙醇，综合效果会更好。 QAC 季安盐水性抗菌免洗洗手液，无需冲洗，无毒无味，不含腐蚀性，还能防止病菌滋生。品质较好的消毒洗手液对环境无害，能及时杀菌，防止皮肤干燥，还具有芬芳香味，而且获得清真认证。凝胶状的酒精洗手液挥发时间较长，增加表面接触的时间，更有效地起到保护作用。请确保您所选择的消毒洗手液是安全的。